就七嘛，七把左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就留七。它是这样子，来来来，这样子看清楚，看角度来。啊哈，这个比较丑，我下面把那个。安排嘛啦。哎、欸，你卖误导游客啦，你陈老师你。我现在都不要讲，到时候你到 F 到那个 YouTube 哈、喔，被人家围剿厉害。不会，我不会被围剿。你这个叫做香蕉花啦。安内啦。嘿啦。它是它原来出来的时候就这样，它慢慢长，这边的会变假设这边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它一直长到最后的时候，因为它养分不够的情况之下，它会在这边的时候，它会自然会掉。嗯。掉之后，我们会适当再七把，这个叫把嘛，我们会把它切断。那切断就是这样，好。所以它出来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。都是一样，都这样。就是这个方向。然后这个掉了之后，这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它就像这样翻过来，翻成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它原来是这个方向啊，然后翻过来啊，有无？来过看无？啊、哦！我猜你两个智商加起来两百呢，你两个智商加起来三百。我智商一五六。哦，一五六，加按你比科比少一而已。少一而已、啊。所以我没有白色六块无？六块无？安尼有无？他以前加班呢。哎。啊！伊开始要一六块的时阵，伊还变安尼过来啊，有无？变安尼啊，有啊！你看现在是不是跟他一样？跟他一样啊，变过来啊，有无？咁啊，你快！